麻辣猪皮，凉拌金针菇，
喇叭饭。韭菜蒸饼，嗯，味道真好。红烧肉配韭菜蒸饼，
韭菜蒸饼。
这个粉条是山药粉条，配一发五斤，特别好吃。酱茄子，
这个红烧酱截止到今天晚上12点，不要错过，家人们。简单易做，好吃又美味。谢谢。